它有一个叫做蜜桃成熟啊，不是不是，对不起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是 A 蜜桃，对啊，就是那个老。好，来，其实蛮顺的。129的调酒，然后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tevie Bar， 全台湾最时尚酒吧。我是 Brandon， 今天特别来宾一样是换了衣服，在上一集的出现的关于鱼妈妈，鱼妈妈。Hello， 我跟你说哦，就是近期我们都一起在 Seven 看到了这个非常可爱。非常可爱的调酒鞋，新玩意儿。因为那时候我去合欢山赏雪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就有这个东西，结果呢，很马上我就看到鲑鱼。赏雪不揪，对不起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！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对不起，上一集车太多。Buzz Balls。Buzz 就是有一些，就是它是电话铃声的意思，然后也可以是醉的意思。然后它翻译成什么呢？醉球。波波球。哦，波波球。这是它的翻译啦，但是它不是直翻。一般我们看到那种玻璃瓶或铝罐的调酒，它基本上很多都是用伏特加，这有各种基酒，有 rum 啊。有哎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很多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介绍口味，像这绿色的 Tequila Rita， 它是伏特加、水糖、龙舌兰、橙酒、柠檬酸、香料、柠檬汁，所以算是 Margarita 的变形版。对不起，他就写 Margarita。哦，谢谢。反正它就是以这个调酒为对基准出发的。对，玛格丽特的 twist， 哦，我可以这样讲。对对， okay. 没错。所以玛格丽特也是这个颜色吗？不是不是，但是呢，因为呢，仙人掌在墨西哥，对吗？好 ，OK， 再来是这个凤梨可拉达，可拉达通常会加一些鲜奶油什么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蓝姆酒糖浓缩凤梨汁，浓缩蓝姆汁椰浆，哦有香料，你看，再来这是来自美国的哈，然后呢再来呢。Cartel 的故乡哈 ，Strawberry Rita， 草莓风味利塔，再来是 Chocolate Teas， 巧克力风味伏特加，橙奶酒水伏特加糖巧克力风味，所以这个的风味就会有点像是提拉米苏的感觉，我在猜想哦，更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喝我们的玛格丽塔，真的非常色，我觉得可以配那个什么 Tacos， 没错 ，Burritos。还有那个麦当劳薯条，我会做哎，我会做。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是有做这个东西。真的，这个调酒颜色真的非常美国的调酒味。对，这个是很神秘的颜色。这有没有像那个颜色？再绿一点就会像那个。什么？那个绿色的那个Mountain Dew。对对对，真的很美国。真的很美国。哦，其实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喝。对，而且它塔克拉的风味，它做的很暧昧，很隐性。是不是你想暧昧？不是。哎，它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颜色，我真的觉得蛮怕的，我就觉得它就是色素酒。但是呢，喝了之后，其实它没有这么难喝。因为它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色素酒很容易呈现一种香料味，那种药水味，对，但是它的做的很轻柔，对，它反而 OK， 药水味没有这么多。Tequila 风味很常就是这样 ，Tequila， 然后就哇，整口 Tequila， 对，或是调酒也是整口 Tequila， 让你不能忘记它，你在喝 Tequila 的调酒，对，但它就是我觉得它加一点点就是 Tequila 的甜、啊，对，然后呢接下来酸甜你就忘了它 Tequila， 对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好奇一下它的酒精度数多少？好，我也蛮好奇的，15哎。15对呀、啊，它喝起来大概只有5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像 Hello Yoyi 那一种感觉。Hello Yoyi， Hello Yoyi， 但其实还有15哎，真的。那它这样一颗多少钱啊？一颗129。你这太就是可以大量采买，你可以买个100-200颗。我来，我们换算一下，假如你真的把它当 shots 的话，200。它几秒啊？200秒。200除以30，大概6杯半的 shots 就灌下去了。然后15这样 OK 了，可以。6杯半，然后再除以大概，因为这30，所以差不多好，就等于是你连喝三 shot， 你俩的双 shot。但重点是它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。OK， 好，来，其实蛮顺的。再来呢 ，Strawberry Rita， 哎呦，这有没有像小时候倒药水你不敢喝，他会给你一个红色药水？真的，这是咳嗽糖浆吧？哎，那个闻这个哦。很像加那个什么 Red Bull， 然后那种很迷人的那种香甜的，有一个草莓果酱的感觉。嗯，还有草莓果酱，真的很像是在 Vegas 会喝到那种。就是 Vegas 会喝到的酒。
就很开心啊，你看一直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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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，懂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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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三的态度，懂吃懂吃，好有临场感哦。OK， 好好好。这两瓶的话，它的表现比较好，然后这个的香精感确实比较重，可能因为是草莓的关系吧。草莓很容易就有这样的味道，129的调酒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表现 OK， 是可以接受的。OK， 但我们没有业配它，没关系。对。然后接下来，好，第三个开这个，它是唯一一罐没有透明的耶，而且椰浆香料。欸，它好像撞球哦，我们就可以就是在家里自己打撞球，然后进洞了就要喝那一杯。嗯，我太想听看了，谢谢。嗯，对不起。嗯，好，椰浆怎么会是透明的？这好凤梨汁，这好像澄清过的凤梨汁哦，但它是用凤梨那个浓缩，它其实有澄清，是这么高技术。香，它闻起来真的有椰汁的味道哎，嗯，化学椰汁的味道。啊，就是那个老，哦，这个我比较不行。这个有点像一个糖果，很像。对，我就要讲，就是去泰国的时候买那个伴手礼，对，伴手礼那个椰子糖果，哦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下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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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这我不行，做做梦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换一个，觉得它会像提拉米苏的感觉。对，好期待甜点酒。哦，它闻起来真的是奶酒味耶。嗯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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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拉米苏融化的味道，嗯，有哦，液态提拉米苏，非常的奶酒，所以奶酒，甜点 OK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排名，总排名，总排名，对，味道上，然后我们再来讲解。好，我觉得呢，它是最后，最后的摆最这边，最后面摆这边哦。对，然后那我的排名呢，我也有可以排名。对，你排你的杯子啊。好，我已经排好了哎。哦，你说最难喝的是哪边？这边呢？对对对，那我排队了。我们今天一直走同一个路线。真的，你是雪人精哎。什么 copycat？ copycat？ 我先排完，你才排完的。哪有？你看，回放，回放，看回放，可以排。对，你排你的杯子啊。好，这边。我再喝一次。我已经排好了哎。哦，你说。我觉得129，然后呢，它这样味道做出一个可以即饮的调酒。嗯。很棒，确实是不错，因为它真的是蛮便宜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买。OK， 就是有一些场合的时候，我真的懒得调酒的时候就买。对啊，大家就开 party， 然后不想只喝烈酒的话，嗯，就可以考虑这个。对啊，就像什么呢？你呢，厨师下班都不会想煮东西了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你调酒师，你以为你有调酒师朋友去派对做，哎，对对，调酒，哎，你刚好你在调酒呢 ，fuck。真的，真的，如果现场调酒师朋友，我要放假，一定会叫他调酒哎，我要放假。如果有知心的话，可以。除非有正妹，他要我调，我当然 OK 啊。天哪，你好肤浅哦！你想要喝更高阶的，麻烦到酒吧。还是要去酒吧。你想要现在不想去酒吧，你想要即饮，然后呢又有一点水准的话，老实说这也 OK 啊。OK。对啊，因为它真的太便宜了，1/3调酒。3/3，而且有 Takita 又有什么的选择，各种基酒。所以我觉得。我给过，我也是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再 cheers， bus boss， bus boss， cheers。好，我们 see you back 下回见。希望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陪你一起度过新年，农历年，好大啦，好大啦，好，好大啦，虎大啦，好，新年快乐。有一个女准女硕士呢，生了，在写论文，她就坐在河边，然后写论文，然后她配一个她的 cocktail 鸡尾酒，结果呢，她就微风吹徐的时候呢，产生一些涟漪，不是那个500的那首歌什么涟漪，就是说，哎，那为什么不能把调酒装进塑胶瓶里面呢？不是，他为什么想到这个？这跟没有关联，硬要写这个故事。我觉得，为什么微风吹徐你会想到用塑胶瓶装？真的，这其实好像还蛮牵强的。这个也很好说，因为它可以这样堆叠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我后来想想，铝罐的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总之，所以我又回到现实了。OK， 总之就是它这个形状真的是蛮特别的，蛮特别，而且很好，就放在袋子里面。它竟然做了一个球的形状，哎。然后去电影院的时候，啪。